薄荷的沐浴还有洗发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各一瓶。对，我们是洗发跟沐浴各一瓶。这个产品呢，夏天卖得非常好。这个洗完之后呢，你的表皮就会非常凉。好，你表皮很凉的话，你就会整个人很舒服。洗发精它里面原料最多的就是帮你清洁的这个成分。因为古堡的好处就是在于说，它连这个基底的用料都非常好，所以你只要进到古堡来买洗发精，大概都不会有买错洗发精导致于掉头发这个问题。但是外面有时候会有这个现象。那你是用哪一种洗发精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料啊，它的售价大概是什么状况，就可以知道说它到底这个基底用的好不好。这个是一般人不会知道，我们自己做工厂才会知道的内幕。没错，薄荷的味道就是往上冲的，冲到头顶的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用薄荷，因为一闻到薄荷就哇醒了，醒了，很清爽。马鞭草其实在很多西方的例子记载里面，其实它也是驱邪用的。对，它就是去清除你一些外在的迷障。对，所以这两个成分加起来，因为大家会发现古堡有很多商品，其实它都是用一些植萃的部分，还有精油的部分，像这一瓶就有花水啊，所以我个人就超级喜欢。